啊，摄影机就放在这里吧，这个角度怎么样？不管哪个角度我都很好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艾莉西亚的化妆小课堂。我知道大家原本的样子就很可爱了，但偶尔打扮一下更是锦上添花哦。哎，底妆已经打完了，接下来让我们先勾一下眉毛，要小心一点哦。哎，真不错。下一步是眼影，像这样，怎么样，我是不是更漂亮了呀？哎呀，糟糕，口红的色号用错了。不过，哎，这个颜色其实也挺适合我的嘛。果然，我怎么样都好看。飞花般绚丽的少女，艾莉西亚的专属妆容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呀，已经到时间了吗？那么，让我们再最后检查一遍哦。啊，化妆 OK， 刘海 OK， 还有笑容 OK。加油，艾莉西亚，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。啊，好像还缺了些什么。啊，对了。女主角的登场，当然要来点浪漫的气氛，如何？